Welcome to 17，我是你们的热狗。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利用可乐瓶将低音放大两倍的环保音响。你可能会好奇，音响和可乐瓶怎么联系在一起，又或者它们之间还能擦出环保的火花。这款名为 Soda Pop 的音响或许能颠覆你对环保的认知。它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扬声器连接到装着它的罐子或其他合适的塑料瓶上，这样不仅有利于设计出一个尺寸更紧凑、更易携带的无线扬声器，同时还能为你提供更响亮的声音。通过利用瓶子的材料和瓶内空气的特性， Soda Pop 扬声器可以将低音范围内的音量提高10倍。换言之，只需接上一个随处可见的汽水瓶， Soda Pop 就可以发出2倍的低音音量。虽然自带的低音瓶同时是音响的保护壳，是定制的，但你们大可不必担心，因为扬声器用来旋入瓶子的螺纹也与市面上大多数塑料瓶兼容，也就是说你可以轻轻松松找到合适连接的瓶子，比如常见的可乐瓶。可以说使用 Soda Pop 是一种成本廉价却十分有趣的体验，光是常入接入不同外形尺寸和材料的瓶子也够你玩上好久了。与此同时， Soda Pop 也为那些将要被遗弃的饮料瓶创作出令人兴奋的新用途，从而延长它们的使用寿命并赋予新的价值。它不仅看起来很棒，听起来也很棒，售价大约60美元。你会买这款既创新又环保的音响吗？欢迎走进17，好吃好玩有趣逗逼东西我们这里通通都有，没选就上，快上车。